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枭雄》。那接下来要回到火车上面集合吗？居然没有真的假的？我的火车呢？啊，同伴，证据。我家火车嘞，你一小地图就有啊。我把搞什么？应该是 bug 吧。我只好直接往火车的方向追了。Seems a letter has come for Jacob. 这封信我终究还没有找到。啊，格林，我来找你了。Mignonette, your qualities surpass your charms. I'm not entirely sure that's meant as a compliment. Love in a mist. That's a pretty name. Alternatively called Devil in a Bush.Narcissus, self-love. I should buy a bouquet for Jacob. Most unkind, Miss Fry. As amusing as all this is, I really should be getting back to work. If you need me, I'll send a bouquet. Of irises. A message. Indeed.啊，这个任务怎样？就交谈一下，就这样，就这样。Seems a letter has come for Jacob. 那我们就途径最后一区，西敏区。好像已经曾经俯瞰过一个点了。先这个好了。猎杀圣殿骑士艾德加·科里科特，还有他的保镖。建议等级是九等，不用担心，我已经十等。科里科特是圣殿骑士团最信任的信差。事实上，由于他相当受到信赖，因此圣殿骑士团会派他执行非正式的任务，也就是圣殿，也就是为骑士团取得最高机密，然后把机密来源杀掉。尽管铁证如山，但圣殿骑士团。仍不愿承认与科里科特有合作关系。科里科特通常会与自己的保镖一起出没，
你确定他的计划能够成功执行？用空中刺杀解决目标。一下解了两个资料库。披风外面这层还不错哎，这个披风。哇，反正我有钱，可以换个颜色了。哇哦！哇，就你。原来这个是衣服哦。可是我拿的不是弯刀，这样就有一种不太符合的感觉。不然我也换弯刀好了。跟雅各一样的武器。来个速通之伤啊！哇哇哇！伤口而已。对，我刚才好像是要看看资料库的，怎么看到去换装备了。在这下面吧，一整排的，这叫排屋。
哇，他们都在比较偏高的地方。然后还要我空中刺杀，而且人数不少。这个是保镖，那空中刺杀当然就是要我再爬高一点咯。好像没有强制一定要空中刺杀，那来个滑索刺杀好了。意外的还蛮轻松愉悦的。再来韦德林顿，韦德林顿住在了青年，在城镇。在这城镇，韦德林顿为了两件事出名：任意伤人和宿醉街头。打从12岁就开始干案，林顿已22岁了，还是热衷于犯罪。最近高等社区扰乱治安，让警方一半矛头指向他。最后目击地点是西敏行政区，全场原因扰乱治安、任意伤人。看起来就是一脸坏人相，不愧是从12岁作案10年，老经验。发现目标。目标站得挺偏离主要位置。刚好引起了一些起疑，这个要杀掉。
我还是引发了战斗，而他就要逃走了，这种事情我不会让他发生的。打开，都破了，这是他自己的。好，他对我没有什么意见。嗯。还好没有撞死我的人。Now where were we? 不知道警车能不能运送他？你还是不行。What's this all about? Ma, 我呼叫一台，麻炸了。最方便了。哎，目标超了！喂喂喂喂喂，你这样对吗？这是我的车哎！好意思啊你！就好。还是先把人杀干净。
抓不到。好，这边还有一只。注意到我。杀！好啦，老大，剩你啦。Come and get me. No noise, just walk. What's this then? You a cop or something? Quiet down, Mr. Linton. Hush now. A lady? I've never fought a lady. What's all about? You are here to fight me, are you not?I'm here to take you to the police. Let me go. 跟我打，你才打不赢呢。Hey, let me out of here. 加！不怕！不怕 ！Come on！ 来呀，看我的马车打爆你！这车队友还是也蛮强的嘛。秒说真的这么累，我还是要看潜行的时候的表现。全场追捕，又是追捕，哈里森哈里。奴隶犯，一个西敏寺的牧师会成员哈里森哈里盲目服侍英国教会。多年来，他越来越不满教方轻易让人埋葬于西敏寺，打算把宏大的建筑物烧为平地。然后悬赏原因是纵容非法使用奴隶，总觉得不太，又是一个不太合的那个。There you are.Jump! Faster! Move it! Come on! Slowly. Come on! Easy. Faster! Jump! Come on! Move it! Slowly. Come on!哦，有这么多个资料库了，
开到那边我们再看。看起来到了。资料库。我现在上恩是英国人啊。我们完成今天最后的悬赏追捕。捉目标这个难度看起来有点高，有人注意到我了，飞刀的量不太够，用狂暴的话很容易杀死目标，不行。可以，八只飞刀还蛮多的。但有一些人如果刚好还要准备跑，好好跑有点快。不能让他开到马车。先取得马车。哇，我打到人了。太慢，打你啊！ Let me go. Now, now, Mr. Harley. 怎么是尊大老板？是实在的家伙。Someone help me. Come on, faster. Slowly now.好，完成了。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